103，夜间行车时，出租汽车车灯突然熄灭，这时候应该是什么？车灯突然熄灭啊，后面的车看不到咱们，这时候就非常危险，所以要观察前后车辆，减速靠边停车。因为咱们的车灯灭了，并不代表前后的车灯灭了。通过前后车灯的位置，咱们还大概可以判断出这个路是什么样的。